主料，柠檬一个，红茶包一包，辅料，淡奶油少量，冰块三块，白糖、抹茶粉少量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一个柠檬跟一包红茶包，把红茶包放在杯子里，倒进煮滚的开水，再用勺子把茶包压压定茶汁出来，水倒七分满就可以。柠檬切片，挤点柠檬汁进去，等到茶水凉了，放入冰块，再加入一个白糖，再放入柠檬片。奶油打到八成就装进裱花袋，挤在上面，不用太多。最后拿一片做装饰，再撒点抹茶粉，烹饪技巧。如果不喜欢喝酸的，可以不用挤柠檬汁进去，直接放柠檬片。白糖一个人口味，放与不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